之子之手机上传你现速度很快，每秒可达33 megabyte， 下载影片速度更快，每秒可达40多 megabyte， 但是上传影片的长度限15分钟以内。二，亚太电信手机知道好专案，每月不到300人。可试用一周就可开 WiFi， 热点分享到4、5台手机，或接 USB 到桌上型电脑或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三，影片上传YouTube。方法一，先在 YouTube搜寻社会服务网路电视台，在广告向上的箭头按一下会录影，现场直播的功能尚未确定，上传速度很快，因为是4G第四代手机，所以速度很快，接收情形良好，可能是知道这项用的人还很少。方法二，由手机桌面正下方中央进入档案管理 VLINE FORMULA 找 VLINE 影片录影所得，选一个档案，然后长按几秒，会在最下方出现选单，点按最左边那个分享模式，然后会出现 YouTube、Line 及其他模式点。4G 智慧型手机加上上网吃到饱专案很便宜，目前每月不到300元，2018年一月得知是经营 YouTube 网络电视台的好时机，只要一方安全就可做上传影片的工作。由经验得知过程很耗电，所以上传之前要先接 USB 维持通电状态，或许可接行动电源，此方法尚未确定，在家可家用电脑两种设备接上 USB增加上传档案量来尽快完成工作，大大排除工作地点或设备的限制，的确是增进效率不少。但是分享到电脑之后的网路传输速度变得慢了一些，无手机操作的路径地点设定尺寸图案2.5.5更多，3点网路共用与可稀释无线基地台4.5 WiFi， 这点取由关闭建成开启需要多少不是，然后以2台手机操作向下滑动桌面2次，然后点按 WiFi， 小图支持开启，第一次要点选账号 amazing.left.parenthesis 以测试范围第6，为防搞混手机进行上传影片测试，造成花费很多档案传输费用，可先在第2台手机设定仅用 WiFi 网路传送，从 YouTube 播放影
件程式不是进入，再选设定，再选一般，然后找到 memory wifi 的字点点点。七关掉网路上传功能的操作方法，操作上下滑动多遍两次，然后点按无线机一排，开启的方法相同。可找小工具便利多面捷径，可先搜寻网路发客组进入 Google， 搜寻客组会进入台大资讯所网站，会显示上传下载速度每秒多少。由手机桌面正下方中央圆形图示进入和找到，喂，商店进入后可搜寻客组，然后找到程式，再进行下载就手机可变成机一台开 memory wifi。这点分享到其他手机或透过 USB 接到桌上型电脑或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10。更多影片分享，欢迎搜寻社会服务网路电视台进入下载广传五周网友看你电视方法业享功德，愿将功德为向家母的七世父母七世师长，回向家母的冤亲债主与家母本人，祈求疾苦减轻，身体恢复健康。2011-01-14得知此机手机上网上传影片速度很快，每秒可达33 megabyte， 下载影片速度更快，每秒可达40多 megabyte， 但是上传影片的长度限15分钟以内。二，亚太电信手机知道好专案，每月不到300元，可试用一周就可开 memory wifi。这点分享到4、5台手机，或接 USB 到桌上型电脑或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三，影片上传方法一，先在 Google 搜寻社会服务网路电视台，再找到向上的箭头，按一下会录影现场直播，此功能尚未确定，上传速度很快，因为是4G第4代手机，所以速度很快，接收情形良好，可能是知道这项用的人还很少。方法二，由手机桌面正下方中央进入档案管理 VIN camera 找 VIN 影片录影所得，选一个档案，然后长按一跳，会在最下方出现选单，点按最左边那个分享图示，然后会出现 YouTube Line 及其他图示点点点点点点四四G。
智慧型手机加上上网吃到饱专案很便宜，目前每月不到300元，2018年一月得知是经营 YouTube 网路电视台的保时机，只要一方安全就可坐上传影片的工作。由经验得知过程很耗电，所以上传之前要先接维持充电状态，或许可接行动电源，此方法尚未确定。在家可家用电脑两种设备接上 USB 增加上传档案量来尽快完成工作，大大排除工作地点或设备的限制，的确是增进效率不少。但是分享到电脑之后的网路传输速度变得慢了一些，无手机操作的路径地点设定尺寸图案2.5.5更多3.5网路共用与可稀释无线基地台4.5这点是由关闭建成开启需要多少不是，然后第二台手机操作上下滑动桌面2次，然后点按小图支持开启第一次要点选上好 以测试范围里6为防扫混手机进行上传影片测试，造成花费很多档案传输费用，可先在第二台手机设定引用 WiFi 网路传送从 YouTube 播放影片程式不是进度，再选设定再选一般，然后找到 WiFi 的4.5.5机关要网路上传功能的操作方法，操作向下滑动桌面2次，然后点按无线基地台，开启的方法相同，可找小工具电力桌面接近，可先搜寻网路发测速进度搜寻测速会进入台大资讯所网站，会显示上传下载速度每秒多少，由手机桌面正下方中央圆形图示进入可找到，商店进入后可搜寻测速然后找到程式，在进行下载后，手机可变成基地台开WiFi 热点分享到其他手机或透过 USB 接到桌上型电脑或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10，更多影片分享。欢迎搜寻社会服务网路电视台进入下载广传五周网友看你电视方法借享功德，愿将功德为上家母的七世父母七世师长，回向家母的冤亲债主与家母本人，祈求辛苦减轻身体恢复健康。